踩反了，不称出来粉条光浓哈。啊，这不为一条粉，不能把这挂呀。那个我光吃点太糊。我光啥吃多？这里我跟你。哎呀，因为你们管我的水了。吃想吃啥馍拿啥馍啊？吃吧吃吧，放了放了，那过来摆了。我搁家等会儿了，吃吧。这不挣钱的。都该大块的排骨。嗯，真浓啊！我整吧。啊，整点辣椒。都热。咱冬末里头放小烩上，还大。排骨。肉肉炒锅，炒锅了吧？哇！嗯，好呀，真香。来，中中，嗯，我给你整点酱油吧。嗯，嗯，长得真烤。哎，不，没人压工了。很差人数没家的白菜。要他说可真是。给给给给给那个，咱不吃，人家抓一条狗咬尖儿。真的，咱俩让你们干净点，跟俺们正常来。嗯，我少整点。不不不不不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还有我们三种，那慢着我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都不会弄，好看。你抓的抓好可乐，你想从哪跟前儿？那可乐，这糖沾点青椒油啊，灵魂所在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灵魂，这个肉有点柴啊，必须再配点青椒油。青椒油搁这儿了啊！来，咱们那肉是不是太白了？给我喝一水。一泡这馍可真。给大哥一次，给你少人都多喝点水啊，多干。哦，那别喝汤了啊。我说的少人，你还有多少？你个人热。那排骨不好，你说的是吧？啊，你那炒排骨，那不是可正劲儿？哎呀。嗯。给恁那狗笼给恁热着。完了，我赶紧都吃到这儿了，不收钱。嗯。这孙子没少，没少干生活。啊，我那边炒的他们吃。这后边的不好咬啊，后边听着我说讲嘛，可见了哈，后边咬咬咬不忘。嗯，咋样？好。后边的看不住啊，那后边肉可香，你看这肉可香。我又看见一个吃饭。汤香味美。今天我你可吃不成了呀。你不长点辣椒油呀？我怕吃辣椒不中。肉肉。妈呀！回来再整点去。我不是出去看喷，他刚到。你老头他俩谁喷？你喷吧，管他。想喷他有啥？这盘子。想管我了是吧？没做他，再做他来把烧干。
不会再。嗯，我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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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了。你看，胳膊，我去。哎呀，喝点，洗都洗不开。你坐这吧，鸭肠不坐。小锅不黑了，下面有白。每天早上恁狗都下往到菜园游一圈。走门儿那穿那出门呢？嗯，菜馆俺这是游。明天没呀？哎，不建议操心。这汤好喝，真好喝呀！好喝。你想着我好多喝。嗯，你想着我。不让肉。那跟前儿的，是吧？嗯，来锅骨，大碗肉，软来锅骨。你看见我那说那点俺妈对我讲好，盛了一碗排骨，不是盛了一碗冬瓜。我也不想说，我也说了，将来是不是还吃饭去？让恁俩样，俩样吃一身，让俺瘦下来。哦，增加增加地摊儿瘦过，他也胖了。我就看着他胖的，胖了都看着他瘦的，你不知道？对。啊。洗洗锅，洗洗澡。咱这是甘肃的瓜，叔。这是新疆一路不弃的。嗯。你走。给好姊妹都拿住啊。好。不是，你也不跟人唠嗑，你也不跟人唠嗑，咱要我吃。哎呀，挺难看的。咱们吃饱了，咱先吃饭了。让那老头吃吧，老头，老头，咱哥宝宝，你看那老头，你可香吧？那多香的那老头，咱对口。我吃了，你抓更甜呢。啥肉的？你那是啥？新疆瓜是吧？嗯。好，吃吧吃吧，你看对。你干鱼肉不？你愿意大的多吃。嗯嗯。我要再吃，这二年没刮，他不急了，中间不，中间不及时。真的。咋样？点半了，我说十点，他说十点半了，我说也是快上了，干不了几箱活了。你俩回去吧，你把这个急着也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不出。嗯，就是，都是啥子不清淡的，喝了喝甜了。那好姊妹喊你干排了吗？啊，就喊着干排的，要这困困。你看，你叫俺白干吧，走，咱俩都去走。走，干排去吧。镇着都是种菜高峰期啊。长弄一点点。这个棚里边温度适中，可以种点秋葵。不要老沉。好。就姜点一点都脱了，哎呀，恁大口。你咋不倒壳里？那不是一点水？倒土生的了，给你，就是这样。这豆角长得老快了呢。嗯。几天不见，可真高了。那你看，它该打架了呀。哎呦，我丢三四，它出来了，还得提提米了呢。这秋葵丝长了个绿豆啊。嗯，你看可像黑绿豆。不能盖老厚哈。啊。啊，哥，哥，你干了。老妈。你车搁哪呀？后面呀。车往后面啊。啊。那你车咋到后面了？我跑完步我可回来了。小伙的快递他集装起来，我在那儿了。不知道小伙怎么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咋好吃？擦面皮。嗯，可大小没有气儿。谁染头？吃不了。嗯。还是擦面皮吃不了。先来染头呗。那干麦走吧，走走。那你们过来。你不做啊？你这样呢？嗯。长小没用了吗？长了挺多炒菜，没长，不长。嗯。
吃吧。这还不让你看是吧？哎呀，别吃了。说八点的话，我这回这不是上大漠吗？背上有号。今儿雨能下一天？下一天，雨拉下一天。你们应该应分吧？咱就他不能拿给你是吗？别哭了。哎呀。今天我也得洗，你说。你这苦瓜我炒干了。你看，你看那几个。咱甩一口吧。甩吧，你甩了吧。我没心情不好吃一条。心情好。心情不好，肯定是吃一包。我这是菜，你看，你啥玩意儿？丝瓜香菇粉。我这叫。你锅米，他那小锅还那香那那老美的气儿啊！我这是。我这个也，你他面尝尝，吃啥了？一会儿弄啥？弄啥了？弄了都不弄了。你吃一个好的羊肉不能行。刚吃回来好牛肉，我给你吃吧。我是不能炒不能。嗯。他不敢打我，你有也没打过，你才你学你也不教我，你打也不打我，你有好教书，有自来真好，有也没明教过我，有吃的太好了，没打过没教过，他不敢打他，你才嗯，真家伙真的。你还有床了，喝点水。嗯。好厉害，这好可气。咋了？完了？吃不完呢。今晚吃点鸡了，吃个鱼露不？吃一碗鸡饭，然后吃一盘菜。先尝尝，那就是吃。没有。我今朝吃了，喝了一碗稀饭，吃了。好久没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是成天聊天嘛。很假的。聊天也得电话号码，我也不找。啥意思？我打一天能用吗？他把大部分人家都来。那找不着啊！那弄弄弄。行。你要接电话，这啥事儿？我把他给你扯一下。就是，反正就是。那老一吃叫小一吃，小的不吃。老一，他不觉得，他没样，他没样。